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瑞藻6和普通崩铁 2.5 妙趣满堂全攻略合集瑞藻6盒马放护物瑞藻6盒 Remake 代言万象。这边也是来做一下我们今天开启的妙趣满堂活动，第一关瑞藻6盒简单难度。这边的话我们也是直接开始进去的话，会有一段兑换，这边的兑换基本上大家去对了，有直接来到我们的第一关。我这边过去之后，这个也是一样，魔方转格子就行。这位置的话就看着我这边红色箭头所指方向，然后去用顺时针和逆时针去旋转就行。这边第一关还是比较简单的，然后我们第一关完成之后，直接点击下一关来到我们的第二关位置。第二关这边的话也是一样，进行调查，然后也是跟着我们这边红色的箭头就可以。由这个位置的话，我可能第二关转的有点乱，不过也是把它给转成功的，也是可以看着我这边红色的箭头是如何去旋转的。这一关转成功之后，来到我们这边的第三关。也是一样，往前看着我们这边的红色箭头，这个位置还是比较简单的，只需要我们转两次就行。转成功之后，这边睡着6盒简单难度的第一关就完成了，然后我们这边也是来到后续关卡。